活动消息来看，2023春节旅游中华县政府特别准备回神主，甲真古锥的好想吐。首先哦，登场的是1月14号，伫个八卦山大佛广场的月影灯祭点灯仪式。说来来，按这个初一开始到元宵节，伫个溪洲公园嘛，要来举办火烛中华，要让游客日时赏花，暗时来赏灯。今年2023花在彰化活动，今年彰化县政府同款要伫个溪洲公园举办，按正月初一开始，一直到元宵节。除了花在彰化月影灯祭活动，嘛伫个1月14号暗时，伫个八卦山大佛举办点灯仪式。白天的、晚上的，让你能够在彰化多留一点时间哈。那我们白天呢，就是让大家来我们的溪洲公园来赏花。晚上就到我们的八卦山上面来赏灯哦，那都有非常多的特色。出席活动记者会的县东会总干事甲多位县议员，马东娱乐县政府这几年伫咧过年期间举办的活动，尤其是伫咧疫情渐渐解封了后，相信过年期间一定会带来真饱满的人潮。我们现在疫情哦也已经慢慢的已经散去了。那现在相信今年的人潮一定会比往年来的更多，因为我看到今年的所有的规划非常的特殊也非常有亮点。地方的配合，相信花在彰化，我们一定要拭目以待。管护表示，不管是花在彰化或者是月影灯祭活动期间，会来送出限定的红包袋啊、小提灯等小礼物。详细活动信息，会当上县政府的网站查询。大众新闻，丁向雄华采访报道。